能成功吗？啊？我百度一下。这不行了吗？这样卡住了，我们卡 bug 了。点卡住了，你来来来，你跟着我，你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是，我载具已经搞好了。TM， 这是我能买的。你应该能吧？对对对。可以吧？对啊。如履平地的坦克啊，兄弟。对啊，我自己改的。这个做任务很牛啊！这个做任务牛啊！哎，直接走这个。哎，是啊。你能操控我这个那个吗？武器吗？我是扛的小炮。哦，小炮可以，那行。你发射一下。我是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哇！我这能换不？哦。啊、哦。哇，你这个厉害啊！对啊。而且这个坦克还可以两个人开。对，一般只能一个的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新款的，两人坐。其实这个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的。对的。前面我可以标后面。对。这分离的，哇，这个厉害了。花了钱的，这应该好像也要一两百万买过来的。以前阿信居然没有想到出这个，他这个之后才出。嗯。他也是慢慢完善嘛。我们有了这个就稳了。哎，你这个还可以打得比较高是吧？瞄准的。对。还可以瞄得比较高，我发现。我感觉我会瞬移。你会瞬移，那说明你可能有点掉，有点那个网，有点那个。对。你只要别掉就行了，反正。又进，没事，试一试，反正这次我们换了这个东西。哇，我都黑屏闪了几下。感觉就是路程稍微有点远，不过还好，反正快到了，两公里。我这前面怎么突然会刷车啊什么的都出来了？行，那轰掉，直接给他坦克把他轰了。哎，他们怎么炸不死的？我去！你在开啊？炸不死的，看看，这一开始的时候还炸不死。可以了，跑冒车可以抢答了。你去抢吧。行，我来那个什么，协助你。
你直接去沙漠？对啊，因为本来也要去沙漠，或者现在躲的话浪费了两次时间。对，你不用躲，我直接护送你啊。对啊，但是现在要甩掉警察。哦。得甩警察。来，我来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就想的就是一次性，先到那边再躲一下，然后稍微躲一点距离就到。我去。啊，终于成功了，我人都不需要过去都没事的，知道吗？之前就是卡住了，之前就是卡了，嗯。对啊，我充了四五千了，我靠，都直接可以买台手机了，啊？你有我这台是吧？哦，可以。哦，这可以充能的这个东西。夜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是充能的，我去，这个大炮可以充能的，蛮厉害的，我之前不知道，白，对啊，我之前以为它就是白天的那种，哦，它这可以射得很远，这个蛮厉害的，探索一下，之前居然不知道，对吧？玩的跟个菜鸟一样，啥都不懂。啊！当时你玩那个是为了玩什么？就是做任务还是打怪啊？打怪啊什么的，我主要充钱，主要是搞那个神兽嘛，神兽花了我几千块嘛，四五千。神兽是一千块。啊！我现在那个号，我那混服，坑了呗，反正。